史上最难陷阱题，用色色的事转移话题。女生喜欢问什么？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怎么样？什么日子？因为自己女人嘛，没关系，乱摸。我记得，那你先告诉我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如果爱玩，他还是说，还是继续问。我要告诉大家最后的 final 了，就再一次，高深莫测点就是这样哈哈。他老婆的求爱密码就是说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